大家好，我是刘世伟，我是 MyCoin 的 CEO。 台湾在这个区块链或者虚拟货币的发展过程，我觉得是已经然后以后会继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台湾预备所有的技术的人才跟财务方面的资源，把这两个世界结合起来，用一个新的方式，一个新的技术去建构一个全新的资本的体系。这个资本的体系是可以让任何有能力的单位或者团队参与的，然后他所有的行为是 A 跟 B， 假如要做交易的话，没有任何一个 C D E F G 可以阻止 A 跟 B 做这笔交易。这个不管是从商机，不管是从哲学，不管是从就是一个简单的 preference 的观点来看，我认为都是完全符合台湾的现况跟未来想走的方向。所以我们 MyCoin 在台湾成立的原因，就是我们5年前就是看好台湾在这个新的世界扮演的角色。这5年前真的只是一套理论而已，可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，我觉得这是已经变成非常具体的我们团队或者我们业务的成长，台湾这个整个环境，从学校到政府到民众，都对这件事情有越来越多的不仅仅是认识，还有参与。所以我对台湾在这方面未来几年的发展是非常乐观的。那希望各位自己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机会，然后你出来创业也好，出来发行自己的这个 token， 自己有 ICO 也好，我们 MAX 跟我们延伸出的这个 MAX 交易所都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帮助忙。谢谢大家，然后下次希望大家继续收看。